我还是头一次呢，蒙着眼睛去摸一个车啊。我发现这个车在我摸的过程当中，感觉它好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车，有着非常立体的这个线条，然后呢，线条也非常简洁。当我摸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就好比我正在画画，特别是它的那些线条，在摸的时候非常的流畅。这款车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鬼脸，顶盖上有两道隆起。这两道隆起和边上的这个腰线，它可能会聚会到一个很远的一个焦点上面。我对车的关注啊，一个是车头，因为当车驶过来，人们第一印象看到是车头。戴眼罩来摸这款车，那第一感觉就是手传递给我的这款车的这个，不管是它的这个机盖的这个线条啊，还是前脸，包括这个前脸里的一些细节，都给我传递出一种这个车的一个精致感。是搞室内设计的，那么对我来说，室内空间就是人的第二个皮肤，那么内饰来说，可能对我来说，我的感受会更强。因为作为驾驶者，我基本大部分时间是待在内饰里，我要看到它，我要触摸它。我觉得这辆车本身的内饰，它很有层次感，就像中国式的建筑一样，很含蓄，但是呢，又会给你一定的力度在这个里面，这是我喜欢的。我觉得这个车呢，应该是一个还是挺充满科技感的一个内饰。就是我方向盘最前面的那块屏跟我想象的不一样，不是圆的，是一个这个多边的几何形，然后应该是一块液晶屏，凭我的这个经验。我刚才触摸到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我觉得那应该是个屏哈，尺寸已经好像都接近于那个 iPad 那个 Pro 的那个尺寸了，非常夸张。然后另外摸到这中间的时候呢，它这个中控的这款大屏，在我不知道做什么一个触摸之后，它有一个旋转的一个动作，这是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也是这款车我觉得应该是最有特点的一个设计，在内饰方面。就首先这个音响的音域很宽广，很饱满，让我挺惊艳的。有这么好的音质在这里面，非常的有厚度，而且有穿透力啊，这一点很好。今天闻了一下，一辆新车几乎没有味道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品控的一个表现。像驾驭这样的感觉的语言的呢，这个我觉得特别像德国的设计师的那种感觉。我摸了一下这车标的形状，有可能性太多，我猜测是一个合资品牌。我觉得至少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一个国产品牌。另外呢，按照这个车的这个设计理念以及它的整个这个制造工艺来看，我觉得更偏一个欧系车。我能够感觉到这个车很像一个欧洲的车。非常想看看它什么样。啊，秦 Pro， 这就是我前面说的，我很喜欢的那几条曲线。我想象它是一个大的鬼脸，但没想到有这么巨大的一个鬼脸，再加上这两道这个棱线，速度和力量的一个象征啊。说起比亚迪，就要说起这个沃尔夫冈·艾格，他是前奥迪设计师，来到比亚迪之后，给比亚迪带来了一些全新的这个设计语言。这个前脸就是 Dragon Face 的前脸，在这个细节部分有一个龙须，是设计比较有特点的。另外，它的车灯，像龙爪，包括它的这个下进气格栅这里也有一个像龙爪的一个三爪式的一个设计。这个设计比较特别，因为它并不是一个装饰，它和这个后面有一个这个贯通，对于这个轮胎的这个散热啊，这个刹车的散热，对这个空气动力学都是有一定帮助的，这个车色跟我刚刚摸起来的感觉是，完全一致的，首先是这条腰线，它贯穿到尾部的这个 C 柱部分有一个上扬，给这个整车有一个上挑的一种感觉。另外，它到这个，中间的这个部位有一个收紧，像我们这个腰部有一个这个腰部的肌肉的一个收紧。另外到这个轮毂前后轮毂又是一个扩张开的一种感觉，给整车有种下压然后稳定的一种运动的一个气质。整体来说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车型。
这个等我们打开车门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块中控的这个大屏应该是比亚迪全新的设计语言运用到极致的一个部分，因为它的这个大屏达到了12.8英寸。因为我在之前的唐啊还有其他车型上都有接触到这款这个大屏，它的最大特色是它在不同的这个应用程序下会有这个旋转的一个效果，就是从横屏到竖屏会有这个根据用户的习惯来进行一个适配，对于我们这个日常使用来说应该是非常新颖，对于年轻的消费者来说也具有一定的这个吸引度的吧。刚刚我坐在车的后舱，然后体验了这个整车的这个音响，我们把车门紧闭的状况下，它的整个这个静谧性和这个车的音响的这个效果传递的还是非常好的，对于整个就是中国文化在中国车里听这样感觉是很好的。